谢谢你了，我朋友在那边，那就先这样。包雨凡，小包总吧，你朋友我也认识，过去打个招呼。啊。哎呦，这么快就结束了，我还……雪华的刘总，你们认识的。 刘总，原来安迪是跟你开会啊！早知道我就进去了，害我在车里等这么久。<笑>我真没想到，你们俩这么熟啊！我们正在合作一个合并项目，早上刚开完会，包总看我没有车，所以才来接我的。<笑>何总啊，我认识包公子这么久，我就没见过他给谁当过司机，而且还等了这么久。不过我能理解，像何总这么出众的女孩子，能理解。老刘。 别拿我打岔了，美女面前我会害羞的。<笑>行行行，招呼我也打过了，你们聊，先走了，回头约你打球。嗯，拜拜，等你好消息。 我跟已经说好了，今天晚上咱们在一起吃饭啊。你们吃饭，我去干嘛呀？我才不当电灯泡呢。哎呦，来不来吧？我们都说好了。关键是，我怕他又跟白主管一样，殷勤吧就会识下一个白渣男。嗯，白主管刚开始对我也挺好的，谁知道最后又对我那样了。樊姐，你在上海对我最好了。 你就是我最亲最亲的亲人，而且我这个人吧特别傻，我什么都看不明白。你过来帮我看看呗，好不好？你相信我的判断啊？那当然了，樊姐是谁啊？资深 HR， 火眼金睛啊！好，姐一定去。好，那我一会儿把时间地址发给你啊，樊姐。OK， 拜， 晚上见。 你不是说不能答应别人的晚餐邀约吗？哦，这么听话。<笑>我，说正经的，我爸妈强烈邀请你共进晚餐，去还是不去？你爸妈每年要提出几次这样的要求啊？嗯，是谁给你这样的印象？那你更得去了。你要是不去的话，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 不去，衣服不来。你看，其实我已经跟我爸妈说过了，你不会去的。我只是知会一下他们的诚意。我很矛盾啊，我恨不得立即带你去见我的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、朋友、同学，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包奕凡的女人。可是，条件限制，毕竟我们俩现在在一起的时间都很少。 目前，一分一秒我都不会让给别人，我要独占。到底谁是你的女人？谁答应让你独占了？你吗？你真是比我还疯。就你这点道行还算疯的话，那我算什么？一会儿回了酒店，要不要我封一个
让你见识见识。我今天晚上回上海，你跟你爸妈说，我公司有事，我先回去了。你笑什么？有吗？我爸妈这回可能会大跌眼镜。为什么？我和他们说过，我正在努力的追求当中，他们很惊讶，居然还有女孩子不愿意嫁给我们包家。惊讶吗？你惊讶吗？惊讶，我很惊讶。是什么样的女孩子能让我如此的心仪？我更惊讶的是，是什么样的女孩子能让我追得这么辛苦，但是乐此不疲？等等，你往哪里开啊？回酒店。回酒店干嘛？刚才不是说好了吗？包一凡，你不要乱来啊！你回上海，你不要回酒店收拾行李的吗？哎呦，不是，你这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？啊？这种地方吃能行吗？能啊，怎么啦？不是，我感觉平常跟你在一起吧，我吃什么都行，除了这位姐姐，总觉得你感觉她的身份跟这里不符啊？啊，我感觉她好像挺高档的，反正跟咱们不一样。别多想了，樊姐人可好了，走吧，这边点菜啊。啊，好。给我吧，樊姐。来，樊姐，您别忙了，这我来吧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来吧。出来吃饭呢，餐具还是应该烫一烫的，洗洗更健康嘛。樊姐，您看看，先点个菜，反正这家都是辣的，我也不知道您吃不吃得惯。吃你们家乡菜，当然是你们来点菜了，我入乡随俗啊。那我来。来个，咱来白炖鲻鱼。好，哎，白炖鲻鱼特别好吃，我们家乡地道菜，那个肉又鲜又美。藕粉圆子来一份。哦，行，那再加个藕粉圆子。好，这个好吃。这是什么蛋糕啊？太贵了，这个。哦，来这个吧，这还打半价，行吗？行，都听你的。咱们三个人，肉鱼，我觉得就。再加个素菜吧，差不多就够了。嗯，您觉得呢，樊姐？我随意啊。行，不过再点。咱们来一这个，藕粉圆子，来个烧牛肉，再加个这个素菜。哦，樊姐，您看您还喝点什么吗？不用了，喝白水就可以。行，那就点这些吧。嗯，好。服务员，哎，帮我把这水倒一下，谢谢。好。这两杯，谢谢。谢谢樊姐。小燕啊，哎 ，IT 行业是不是经常熬夜加班啊？你们也一样吧？嗯，也要看具体工作吧。反正前一阵子我是一直睡公司里，而且情商不下火线。哦，我想起来了。那次莹莹给你煮那个腊肉饭送过去就挺晚的，是不是也在加班？好辛苦啊。嗯，辛苦是辛苦，不过我也只会做这行了，而且做这行呢也不用想太多，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行了，我觉着也挺适合我的。嗯，樊姐呢？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樊姐可是资深的 HR 呢。喂，我已经辞职了，前两天进了德贤投资，做他们的高级理财专家。樊姐，你这个新公司感觉怎么样啊？哦，
简直是竞争激烈啊！单位的同事都比我年轻，所以我更要加把劲儿了。这还不是最让我难受的，最难受的呢，是进公司就得穿工作服啊！我现在出去逛街看到那些漂亮衣服，就只能跟他们 say hello say goodbye。哎，这样多好啊，省钱又省心。我以前那个工作你知道吧？没有工作服，还得要求我们穿职业装，我就得自己买。太便宜了吧，我穿不出去；太贵的呢，我又买不起。现在多好啊，有工作服，我可以把这些钱去买我喜欢的东西呢，而且不用看老板脸色，完美。你好，杯子刷好了，谢谢。谢谢。快点啊，服务员。好，特别好吃这白炖鲫鱼。你也喝白水啊？嗯。你不是爱喝饮料吗？今天喝白水。你呢？我也白水。静一下，在吃什么呀？吃什么？哎，那边有点馄饨啊。对对对，你上次跟我说那地方很好吃。啊。啊。你要不要请我去吃啊？李亚洲。哎呦！想我了呢？怎么又搞突袭？要不提前打个招呼？我记得我男朋友下班还需要提前请吃呀。哎呦，什么情况？大家好，我是曲潇潇，我是老赵的女朋友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科室的大林，小超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好你个赵启平，什么时候交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？也不跟咱们说一声，还藏着掖着呢。是啊，平时看着挺正经的，没想到私底下动作挺快嘛。那是，在你们面前当然得表现正经。不正经的一面，他知道就行。哎呦，可以啊，老赵，老实交代，私底下有多么不正经啊！哎呦，别提了，啊，近墨者黑。本来我这个人吧，还是有点绅士品格，自从认识他以后，节操碎了一地。哎，真要命啊！回头有空一起吃饭呢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家老赵还得请你们帮忙盯着，您长太帅，不安全。那好。咱们就别在这里发光发热了啊，老赵，我们先撤了啊。得嘞，早该走了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行啊，老赵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天。嗯，说，你有多不正经？怎么，坐实了女朋友的身份？怎么问题啊？嗯，说老实话，你是不是故意来捣乱？结果没想到我根本不怕。嗯。那怎样？惦记你的小妖精这么多，我要不出现一下，人家还以为你是没主意。万一再来个我这样的怎么办？哎呀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像您这样的妖精啊，一个足矣。再多来点，贫僧可消受不起。这个就好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得去趟公司呢，待会儿有个邮件要过来，我得跟外方确认一下，再跟工厂说。陪我呀。行啊，正好我也想看看你那个公司到底是个什么奇葩。能在你的管理下幸存下来。嗯，关姐，青菜炖牛肉特别好吃，我爸做的好，可是我不会。啊，对，这个点的好，我要吃两碗米饭。樊姐，你也尝尝。啊，好。给你盛饭。嗯。先给樊姐盛吧。哎，樊姐不吃，她减肥。好，给你盛。今天要吃两碗。嗯。是三碗。嘿。喂，你好。吃三碗，吃四碗，什么？怎么了？啊，我接个电话。啊，您稍等一下。啊，是这样的，你哥和你嫂子在这次扫黄打非行动中被抓了，你要过来办理一下手续。他们两个人主要负责在火车站饭店门口发传单。虽然只是发传单，但这样也是有责任的。你尽快过来一下吧。不好意思啊，警官，我明天要出国出差，没法过去啊。那你家其他家属呢？我爸上个月中风了，不能说话，不能动弹。我妈在家没日没夜的伺候他。我哥他们都是成年人了，他们可以自己担负责任的。那这样的话，估计他俩得吃点苦了。那是他们求人得人。请问会判刑吗？这个具体情况呢，还是等你们家属到了再了解一下吧。那这样的话，等你出差完了结束，就尽快过来一趟。你看可以吧？谢谢你啊，警官。我到时候看情况好吧。啊，好的，拜拜。
喂，妈，我哥他们的事情您知道吧？是您让他们打电话给我的，对吧？是的，是的呀。他们先给我打的电话，可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对吧？小梅，你赶紧过去一趟看看情况啊！这次你一定要救救你哥哥啊！一定要救救他呀！那是他们自作自受，我为什么要去救他们？哎呀，小梅啊，你过去帮你哥哥找找人嘛！啊，你在上海不是有很多的朋友吗？上次那么大的事全都摆平了，你这次帮他找找人啊！你救救你哥哥和嫂子，他们可不能坐牢呀！你说他们要是坐了牢，那雷雷可怎么办呢？你把我当什么人啊？啊，有什么事情都丢给我，我无所不能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妈，这事儿我管不了，那是他们自作自受，知道吗？他们就算判刑我也不管。哎，不行啊，小美，你不要讲这种话了。你哥哥连件换洗衣服都没有，你说这么冷的天。他必要弄出毛病来的呀，小梅，咱们家就你一个能出面的人，你无论如何赶紧过去看一看，好吧？我新换的工作，我怎么请假呀？如果这个工作丢了，我们全家人都没饭吃。你的心怎么这么狠的啦？你当初你哥哥还不是你把他赶出家，不让他回家的？你把他房子还卖掉了，那他连个安身的地方都没有。要是在家的话，起码还有口饭吃。那怎么也不会去干犯法的事情的呀？妈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管的。哎，小梅，小梅，我跟你。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还不错，是你的风格。那是，我这个曲总可不是白当的哦。只可惜看不到你的员工们，真想不出来是什么样的人能在你的管理下有效运作。嗯？又偏见了吧？谁说妖精当不好老板？你先玩着，我进去看会儿资料，否则一会儿交流起来比较麻烦。嗯哼。乖。嗯。你不能跟进去啊！你要是进去了，我可一个字都看不进去。你乖乖地坐在这里，啊，你看会儿书，看会儿杂志，好吗？我最多十分钟，半个小时，最多不过半个小时，我一定出来。OK， 乖哦。是吗？好，好，拜拜。哎呀！干嘛呀？陪我玩会儿嘛，我一个人太无聊了。可是人家答应了天黑之前把邮件给他们发过去的呀。离天黑还早，就只有一个小时了。哎呀，不行不行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！你再等我一会儿，一会儿就好了啊。
四、三、哎，我还没数到一呢。别废话。樊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来，樊姐，您尝尝这个菜。刚刚莹莹说这特别好吃。嗯。工作上的点事，没事。樊姐，您吃菜，这也特别好吃。小燕，哎，你家里有兄弟姐妹吗？我跟小秋应该都是赶上计划生育了，我俩都是独生子女。我们22楼的姐妹啊，全都是独生子女，只有樊姐有个哥哥。樊姐，你赶紧吃吧，这糖葫芦吃光了，再不吃可就没有了。好，你也吃，你也吃。我知道，我一直吃着呢。你这卷很好吃啊，好吃。这圆子你吃不吃？嗯。哎，你慢点吃。嗯，不行，我吃饱了。那是。结账。先生您好，总共消费134。我来。134是吧？哦，对。你这么吃了？吃饱了，不吃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您好，找您的零钱。盯这块肉盯好久了，还有这鱼脑袋，本来想着你要爱吃就让给你了。这块肉很好吃啊。最好吃就是吃鱼的精华全在这儿，你尝尝尝。怎么样？是吧？这还有吗？什么都没看见。小秋爷，妈，刚才那块好吃吗？据说。这样会更好吃，我都没尝出什么味道来。这还有呢，反面这还有没有？你别老跟我家，你自己都没吃到呢。来来来，张嘴。你自己吃吧。樊姐，你觉得应勤怎么样啊？你觉得他怎么样吗？你快说一说。你认识的人比我多，你见的也比我多，你肯定知道他什么样。他怎么样？还行还行，长得还行。长得还行，是吧？我也觉得他长得还行。我觉得他长得特别像黄轩，但他鼻子比黄轩大一点。那其他的呢？都挺好的。不过你们这些小朋友挺奇怪啊。吃饭还 AA 制啊？不是，他吧，他总请我，每次都是他请客，我觉得心里特别过意不去。今天我好不容易奖金发下来了，我说服了他，他才让我请客的。真的？嗯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担心的我呀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小英这孩子还不错，和你还挺合适的。是吧，樊姐？你都觉得我们俩合适了？那就肯定合适了。既然樊姐你都觉得我们俩合适，那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。哟哟哟哟哟哟哟，大胆什么呀？啊！不过我告诉你啊，这女孩子跟男孩子出去，男孩子买单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好好的一个应勤，你动不动跟人家 AA 制 AA 制，都惯出臭毛病了。以后他请你吃饭你就吃，他送你东西你就收，大不了嘴甜一点，多说几声谢谢就行了。那不行，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呀，是不是？每次都他请客，他得赚多少钱啊？他也赚钱，我也赚钱，我们两个呢 AA 不牵扯经济，这样的感觉才纯粹啊。
你年纪小不懂，你看这22层啊，我安迪曲潇潇哪一个出去吃饭是跟男人 AA 制的？那个曲潇潇倒追赵医生呢，他还是赔钱货呢。哎，你倒是说着了，就连曲潇潇这个赔钱货，跟人赵医生出去吃饭都是赵医生买单，好吗？我不相信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。关关，你觉得呢？你这事别问我啊，我没谈过男朋友，我不参与话题讨论。反正我的小鱼群不错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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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后就麻烦你照顾我女朋友了。放心。哎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何总，你男朋友人真好，谢谢啊。客气。女朋友丢了，我想着到这儿来找找。别在外面胡说八道啊！我在上海有个会，上午没事，我想着过来陪陪你。没吃早饭呢，想吃点什么？我第一次到这儿来，你怎么着也得尽点地主之谊，请我上去坐坐吧。正好我给你做早餐。随便参观。我平时喜欢看些书而已。好习惯。这房子不大。有情调。你要喝水吗？我不用，我自己看看。还不错哦，家居的整体风格我喜欢，只不过是摆放的位置我不太满意。冰箱里只有水，还有面包。面包是前天的，我看到了。要不然你热个牛奶，煮点咖啡，其他的交给我。牛奶好像没有哎，咖啡，因为我只喝黑咖啡。黑咖啡可以吗？嗯，好。真的会做早餐啊？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哼！我早都跟你讲过，我是苦出身。我爸妈狠心到我去美国上学，临上飞机之前才在我兜里头揣了1000美金，好在学费寄给我，其他完全自理，所以才练就了一身本领。可是，在美国吃牛奶面包比做饭要便宜啊。跟你略有不同。我习惯了吃香的喝辣的，纯粹的中国味，哪受得了天天啃面包啊？只不过回国之后确实没怎么做过，手艺生疏，您将就着。你的手艺可别还不如我这个新手啊。开玩笑，为我心爱的女人做早餐，择偶。
你这到底做的是什么？为了让你慢慢习惯，我做的是改良的法式吐司面包。把这面包啊放在这个掺有蔬菜丁、肉丁的鸡蛋液里头一炸就好了。那么简单？放点这个。赏个脸，偷吃一下。谢谢。怎么样？还行啊。您这话说的真没良心，怎么着也比你好吧？还行。哼。这个呢？这怎么薄一点？这又是一种做法吗？那就是摊鸡蛋。别想歪了，不是我前男友。那谁？忽然有个人冒出来，说他是我的父亲，应该就是他。不过我不想认。勒索？没有，他过得很好，只是因为报应，膝下无子，所以想做我的便宜爸爸。人吃饭的时候不聊不开心的事儿。真的觉得还不错啊，真的还不错。那以后我天天给你做怎么样？关关，哎，姐姐，我一会儿去客户那儿，就不坐你的车了。包总，之前你们在南通见过的。包总好。再次见面很高兴。我是安迪的男朋友。你别听他瞎说，没有的事。没瞎说，现在不是，以后肯定会是。包总，大家好，我们之前见过。现在我在追求安迪，以后我们会经常见面，请多指教。魏总，哎，包总。再次见面很高兴，我家里的事儿多亏你了。安迪交代的事儿我得办。刚才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真的，是他自己开玩笑的。OK， 我上班，我先走了。都是实话。拜拜。请你以后不要再瞎说了。没有一个字儿瞎说。哦，你干嘛掐我呀？刚才我掐你掐谁呀？你个笨蛋。魏总分手，哎，他怎么这么快就跟包总在一起了？我刚开始失恋的时候，我还好一阵子缓不过来呢。安迪这也太快了吧！他跟魏总已经分手了，安迪是成年人，他做任何决定都是正常的。再说，安迪不是已经否定了小包总是他男朋友吗？我猜想，应该是在追求当中的。这不对，你得跟安迪好好说一下，进展太快对他影响不好，他万一看不清对方人品呢。拜拜，安迪。不过。你见到安迪，跟他好好说一下，让他自己小心点，看清对方。我也不清楚什么情况，不过我感觉安迪姐跟小包总在一起还挺开心。那我当初不高兴啊，我当初多高兴啊！你跟安迪说啊，让他小心谨慎。
小心行得万年船，万年船。那倒也未必呀、啊。你看，以安迪姐现在家里的情况，她能这么坚强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身为她的朋友呢，我就希望她开心就好了。再说了，她已经跟魏总分手了，干嘛还非要陷在里面出不来啊？比起她一个人孤零零的，我更希望有个人能一直陪着她。好了，走了。幼稚。安迪，我打死你！你干嘛？到底什么情况？何总就那么结结实实让人抡一个大耳光子？我听说刚才那女人是魏国强的老婆。魏国强？这魏国强可不是普通人啊。哎呀，你可算来电了！你太太来我公司打我耳光，说我是狐狸精。你处理一下。第二，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和你之间的关系。你知道这将造成什么样的伤害？第三，不要再来找我。安迪，我知道，我打你电话就是要提醒你我太太的事情。她翻我包和手机，找到了你的一些资料，我又不知道她通过什么渠道就找到了你。我跟他解释过，但是呢，我又没有办法把你与我的这种关系呢真正的跟他说清楚，所以呢，他对我的解释他并不相信。你多担待。他打着你的名号谁敢得罪？难道你要让我等着挨他的棍子吗？你到底想害我到什么时候？我怎么可能陷害你呢？我只是想好好的补偿你，只是最近呢我的家里呢有些纠纷，没有想到会连累你，很抱歉。安迪，人呢过了半百以后，就会觉得其他的东西都是虚无的，没有自己的孩子。你的事情不要成为我的烦恼，我也不希望再因为你我受到任何人的骚扰。安迪，除了你，没人会这么对我说话的。听说魏国强的太太找上门来了，还打了你一巴掌，真是好事不出门啊。魏太也是气急败坏才找上你的，我帮你查了。春节刚过，魏国强就提出诉讼离婚，而他没有办法直接跟他讲你们俩的关系，所以魏太才认定你是小三儿。难怪这个魏太太会疑心这么重，直接打上门来。魏国强就是一个没有担当的人，当年对我妈妈那样，现在对他太太还是这样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个女人也是挺可怜的。他打了你，你反倒同情起他来了。将心比心啊，夫妻这么多年，男人要闹离婚，女人当然受不了。如果这个女人心理素质差的话，说不定会被魏国强逼得像我妈一样发疯。
所以说女人呀，时代发展这么多年，却依然只有忍和闹两条路可以走，好像没有男人活不下去一样，真是唏嘘。所以说啊，你是个奇女子，从生活到心里从来不依赖任何人，我最欣赏的就是你这一点。别给我戴高帽子了，下次这个魏太太再来的时候，麻烦你让保安拦住一下，我不想再被打第二次了。放心吧。早，安迪，找小美啊？是找你，我有件事想麻烦你一下。爱笑的眼睛要哭过才更鲜活，更加有自信的闪烁，是真的我。爱闹的苹果